这就是我的法器，做不出来，也不用随便拿个破竹竿来糊弄人吧。那就给你展示一下，让你开开眼。不堪一击，真厉害，千锋。 这种形状的结界，这一定是告诫法器了。这是什么啊？这颜色呀？这又是什么呀？这叫爱心，在我们家乡呢，是表示喜欢，心心相印的意思。真是一泡一世界，一叶一人生啊！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哇！ 这是怎么看到的？哇，真厉害！小师叔，哎，你还没看我的呢。